身看视频。卷了太卷了，近百种图案的数字油画，只要个位数一幅。别问问，就是老板和小姨子跑路了，这回直接多囤几幅慢慢画。这数字油画画出来的真有那么好看吗？买了，打开看看。这就是数字油画了，我买的是圣诞树款的，尺寸是20厘米乘以20厘米的，它还有一个支架、两块颜料、两支画笔。画布上面每个区域都有数字，对应的是颜料上的数字，把相对应的颜料涂满它对应的框里就可以了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卷。画之前啊，咱们要准备一杯清水来洗画笔，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发挥了。这涂完以后也太好看了吧，兄弟们！而且它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换颜色，确实不错，值得推荐，综合评价。